听众们好，我是李南央，为大家播放南央讲故事。这个节目每周日播出，每次15分钟。在节目中，我为大家朗诵自己的作品。今天是2018年9月16日，是这个节目的第18期。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篇文章在这一期就结束了，之后还会有一些时间。我将接着念，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篇文章所写的答读者问。好，下面就先请听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之七。多少十年过去了，儿时渴望而不可得的母爱已是无法再圆的梦。但是没有母亲，我不会来到这个世界。我少儿时期，母亲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做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没有拿走那块母亲送给我女儿的怀表，但是我记得母亲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做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埋于心底永远无法忘怀的对母亲的那份感激，是催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原因。我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她，我想让她知道那个当年被他压在地上受他毒打的小妹不再惧怕，也不再恨他了。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伤害他，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我写的一切都是真的，是为了让那些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知道过去的年代多么让人伤心，更是为了对他说出那些压在我心头数十年当面他不能容我讲，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女儿是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功利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从根本上是她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还是坏。后记，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纪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我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据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10年过去了，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我确切地知道我的母亲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也确切地知道母亲在延安时认识的几位老人解放后几乎从未走动过，因为我这篇文章想起了他，同情他，去看望过他，向他表达了对我这样一个不孝女儿的愤怒。母亲说，视我如婢女，早就把我扔了，永远不愿再见到我。但是他毕竟看了我的文章，而且后来还向人索要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书，我知足了。《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篇文章最初是在1977年发表在香港的《开放》杂志上的，之后在网上传播的范围和引起的争论是我没有想到的。很多读者的发问都有着某种共性，
我就写了一篇答读者问，做了些回应。但是这也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下面就请听答读者问之一。写母亲是积压在我心头许多年的一种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从未强烈到一定要提笔的地步。突然有一天，莫名地感到父母老矣，是时候了，再不写要晚了，自己会因此而遗憾终生，就这么着动笔了，一气呵成。写的过程中，笔赶不上思路，划了的龙飞凤舞，常常因为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眼泪噼噼啪啪落在纸上。最后誊写时，居然还能认出自己的字迹。看来要写的一切在心头沉淀的已经背得出了。写成后，先让女儿和先生看，他们说好，而且说真是好。我才怀着惶惶的心情寄给了香港的开放杂志，很怕编辑看不上，不予采用。没想到开放杂志破例一次刊出，不过把我文章的题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改为香港味儿的60年恩怨情仇。我又没想到会有以后那么大的反响，有好事之徒把它放到了网上，加拿大和美国的中文报纸也转载了，自己却一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从南韩寄来的一封 email， 让我查看某一网址，方知人家已在那儿讨论的热火朝天了。更横实实在在没想到的是，赵无眠星竟然通过互联网找到我，告知内地书屋杂志的周石先生欲将稿件拿到大陆发表。书屋发稿后，居然又被国内多家杂志、报纸不予通知的竞相转载。过千禧年回国，患了感冒去医务室看病，大夫看到我病历本上的名字，即说：“我看过你写的那篇文章。”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人口普查，三个姑娘查到我父亲家，看到我问：“是你写的那篇文章吗？”方知自己真的是出了名了。后来问起国内的熟人，才进一步知道，不但看的人多，争论还不小。有意思的是，父亲的老少辈的朋友们和父亲朋友的孩子们，甚至老朋友的孙子辈，都对文章叫好。而我自己过去工作单位的同事和中学的同学们却多不认同，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加入争论，一致谴责，以致质疑我的动机，投机乎，不择手段出名乎，有些人甚至愤愤然而开骂。有的好朋友很怕我吃不消，让我不要听那些过激的话。衣帽兄将他主持的网站收到的骂我的话对我实施封锁，说不看也罢，免受刺激。我说哪能呢，你想与一个作家文人都沾不上边的半吊子试笔生，能有这么多的读者，只会受宠若惊，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读了还读得很动感情，很有想法，这就够了。你不可能让人人都同意你，你也无法评说谁对谁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和他自己的经历、阅历和所在社会文化层次分不开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一定道理，所谓众口难调嘛，就跟春节晚会年年办、年年挨骂一个道理。再说不好，哪家哪户离得了这台晚会？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人给家里打电话，说完问候节日的话，不都得赶紧加一句：“别忘了给我们录春节晚会啊！”有人看，作品就有生命。前不久，国内我原来所在单位的一对老工程师夫妇来美探儿子，路过我家，吃饭间谈起我那篇文章，提了很多他们不能理解的问题。我都一一恭敬作答。我先生说，今天你谈的这些，有些我都没听你说过，很有新意和启发，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那对夫妇也说应该写。
后来又有别的朋友听了我对一些提问的答复后，也说我应该写出来。其实一年多前，我已经应风花园网站的邀请，参加过他们以母爱为题的讨论，后来就一直再没有过想说说的激动。不写，脑子其实是一直在转的，转到今天好像思路一下又到了口边，不吐不快了。我在这里把读者提的最多的问题归纳起来，一一作答，全交大读者问吧。读者，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动机是什么？我真的想不起当初有什么非常明确的目的，只是心里有很多话，不想再憋在心里，想写出来，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就写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是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家庭的人，特别是我女儿这一代孩子，知道一个出生在中国政治漩涡中打转的家庭的女孩的不幸，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和共产党的很多做法是多么的违背人性，他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一个社会的幸福安定，来自于每一个家庭的稳定和美满。中国过去的政治是根本无视家庭的价值的。夫妻为政治利益，子女与父母为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健康的纽带，为革命六亲不认，是让人肃然起敬的。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当年布什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竞选口号之一就是"家庭价值"。这一口号为他赢得了多少女性选民的支持？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打出"家庭第一"的口号，争取选民，中国社会就真是步入文明了。读者，范元贞已经风烛残年。不管是什么生理、心理或病理的原因，他婚姻不幸，事业不幸，除了年轻时的风貌才华，他已是一无所有。你这么写文章是不是太过分了？对这样一位来日无多的母亲，一位或多或少尽过一丝母爱的母亲，你有必要在她有生之年再来这样一篇文章吗？我要是你，会在母亲百年之后再抒发心头的想法和人生的遗憾。答：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该不该写，一个是如何。如果该写，什么时候写？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篇文章该不该写呢？其实，在回答上边写文章的动机时，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再说的深入些呢，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尊重那些我父母的朋友的意见的，因为他们最贴近我父母的经历和坎坷，他们的看法会更公允，因而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特别是我母亲说过仅存的朋友的看法，我是不能不顾及的。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只好下个星期再接着念这篇答读者问了。好，咱们下周日再见。